劝召议员翻嚟会议厅嘅钟已经响咗十五分钟，会议厅里边不足法定人数。根据议事规则，我现在宣布休会。我就好希望咧，拉布嘅议员真系唔好再拉布，唔好不断咁去点人数。咁样点人数咧，系好容易出事嘅。虽然咧，我知道咧，好多议员其实都喺嗰个立法会大楼里边，但系咧，佢哋好多时都拖到好后嘅时间先走嚟，咁往往就会一下唔小心咧，就会出现咗流会事件。嗰四十几个建制派嘅议员系坐定定喺度咧，我哋连提出点算法定人数嘅机会都冇嘅，吓，唔好讲流会。建制派有43個議員，咁佢哋咧就成日講咧，佢哋係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，佢多咗七個人。咁點解佢哋咁努力去支持政府施政？點解佢會支持唔住咧？呢個係俾一個壞嘅學生，成日話俾老師聽，我好中意學習，不過咧係唔翻學係一樣嘅。而老師去點名，老師唔記得咗點名，有個同學話俾嗰個老師聽話要點名，我覺得嗰個同學唔係錯嘅。